由杨谨华主演的电视剧十号举行媒体探班日，这次剧组移师到棒球场打完 Kiss Camera。你有这个经验？没有哎，不想来体验。如果国外看球的话，应该就怎么没有了？应该就怎么？在台湾就稍微都会，因为要看当地民情，你知道吗？风坑垃圾我们没看到先不算，但准备杀完青要跟老公去度假的她，这题当然不能被放过。我想说要趁这个旅程，就是为家里多添一个新的宠物，顺其自然。哇塞，我现在看到你们，我就觉得想到我在戏里面的那时候，在一直在逼问人家的那个问题。对，我们吵架了。想好说什么时候要生宝宝？对啊，什么时候啊？对啊，就是可能有一个，就是想说，我也不知道呀，我要问他呀。对于什么时候呀？男大到女神崩溃画面，大家好好收藏。而这次挑战超威记者角色的锦华，难免会被拿来与最近在超夯戏剧中从事新闻主管的贾静雯比较。他这样说：“我觉得。”大家这么辛苦，就是演出这么好的戏，就是要给观众去欣赏的。我觉得不需要再退到后面去想说，怕不怕被比较？那你有看贾静雯的演出吗？我还没有完全，因为我习惯是整个完之后一次把它看完，就想要把一次看完。有，网络上大家都有一直在转播，都有看到，我觉得非常棒。戏剧圈就是需要这样的互相砥砺，才能更进步啊。Thank you.